一头长发，穿着黑西装，一号上午立法院举行正副院长选举。在投票过程中，有眼尖的网友发现，现场一名议事人员长相清秀，很有气质，引发注目。站在签到桌前，就是备受瞩目的议事人员。有网友看完直播之后，忍不住在社群媒体发问：“这个地票姐姐是谁？好漂亮！”立刻让广大网友敲碗 IG。跟着音乐卖力热舞，这名美女议事人员平时还喜欢跳舞。而网友神出 IG 之后，发现她其实还有一点神似艺人林湘。而她爆红被封为立院林湘之后，首次在社群媒体发文写下：“这是我的高光时刻吗？”网友们也纷纷留言表示：“真的好漂亮，我认识她，姐姐人超好。”不过有网友也大喊：“要心碎了，因为她在去年已经结婚。”而严肃的投票过程意外爆出小插曲，也让网友歪楼，焦点全在她身上。三新闻黄世涵 SNS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